大家好，我是胡云珍。这次我想在这个月的暑假时间做我期待已久的东西，那就是露营车乐高。先强调一下，这是从某宝买的，这组乐高经常大缺的货，花了好久时间才买到的，想说我等了很久终于可以开工了，现在开始开箱。会这样啊，我先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东西。这一包呢是 A 的部分，另外一包呢是 B 的部分。我要看看里面有几包。先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一共有那么多包，还有一张说明书。看我桌上那么多包，我到底要不要拍上下机？我偏不要。现在就开始 Lady Go。 花了40分钟就把第一包完成了，接下来要进入第二包。我在拼的过程中有卡关一下，还好我拼乐高的经验丰富，还是有顺利完成。接下来要进入第三包。我已经完成三包了，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进度。剩下的明天继续挑战。Tomorrow。现在是组乐高的第二天，要准备开始了。Lady Go。刚才在组的时候有地方失误，花了一个多小时。先看看一到四包的成果。接下来要进入第五包。
我把第五包煮完了，先给大家看一下。座椅出现了，是不是很漂亮？接下来要进入第六包。想象中的还要困难一些，先给大家看今天的进度。明天再来挑战。Day three。现在是组乐高的第三天，要准备开始了。Lady go。刚刚出现一个小失误，就是后门的地方，好险已经排除了。接下来要进入第八包。我今天已经完成了两包了，给大家看一下进度。这是前面的部分，这个是车门，明天再来挑战。 Day four。 现在是组乐高的第四天，要准备开始了。 Lady go。我把第九包完成了，给大家看我的进度。外面的部分快完成了，接下来要进入第十包。十包已经完成了，这是车顶的部分，接下来要进入第十一包。
花了整整4天才把露营车完成了，后面有加上冲浪板和沙滩椅，做得很累，4天有一点赶，做完很有成就感。因为我组完乐高之后，我要分享一首小时候听的歌，叫做《老爷车》，大概长这个样子。这首歌我小时候看 MV 的时候有被吓到，这是某某欢乐谷第一张专辑的其中一首歌曲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。这次我决定要大胆的把它看完，如果不想看可以跳过。现在开始，请看影片。这个场景很像在饭店的大厅。红灯老爷车，载满幸福和欢笑，快乐的时候跑跑跳，无聊的时候跑跑跳，还拿报纸。等一下，我没看错吧？红的老爷车，加满勇气和梦想，遇见的时候啪啪照，遇见的时候太奇怪了吧。蜿蜒小路可以看岸，把上盘转啊转，无比的骄傲，今天遇见那街角巷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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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，老爷车他眼睛不发光，大嗓门不说话，你要载我回家陪我玩，永远你最棒，阿公的眼睛傻傻在发亮，大嗓门爱说话，我学校公往往逗你笑，永远你最呀。这是个设计呀、哦对，就是这里。这个场景又回来了。我先讲 MV 里面奇怪的地方，为什么老爷车没有设计安全带？乌龟不是趴着走路吗？它竟然会跑，还有拿弹弓射太阳，结果还下雨。
现在我先公开我小时候被吓到的地方，就是丢粽子。丢第三次的时候，直接砸到仪表板旁边副驾的座位，结果我就一直不敢再听。好了，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记得点赞还有订阅。影片也会放在我的粉丝团，喜欢的话可以点赞。下次见，拜拜。